哎，不硬啊，挺软和。现在正好。嗯。不要上我那个，橄榄硬。他出棉袄了都，明天哪天还闹钟，给他棉裤啥都拿回来。到时候了。我们过段时间得进屋吃饭了，不能在外面吃了，菜都凉了。我们过两天得上炕了，受不了了，凉的太快了。现在是冷。先把屋里都收拾收拾，我们可以进屋吃了，对不对？逛一下。过去吃呗。炕上吃好。你再吃一颗锅包肉，我就不吃了。外面空气好，要是多穿点也应该行，真的。习惯就好了。你要吃一个馒头？哎呀妈呀！吃这一个馒头有啥稀奇的？你真能吃，真能吃。有什么可稀奇的？那你那馒头还挺大的，还得。就吃大馒头。你说咱们就吃馒头就不爱喝汤。对，给我姐夫点点关注。欢迎火家军，妈，齐人啊！你姐夫说的，他能吃这一个馒头，他都能吃了。我得抻老脖够啥呢？给咱俩换个地方呗。你说你何必抻老脖够啥呢？馒头。啊？馒头，咱俩不玩意吃了，吃抻了。不行。慢慢吃，别着急，吃东西别着急，稳住。我是说你能吃，不是说着急的问题。是不是？